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就这么寡言，让沉重也算强颜，强颜的孤独难免，跨了大栏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，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，字幕画面分割像眼蝶对蝶，而谁是谁，对谜底赛人称的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，不纠结人言，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。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，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嘴，字幕画面分割像眼蝶对蝶，而谁是谁，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，猜不断的追寻更好的自己，直到青春一定程度的浪费，才觉得可贵。他想知道那是谁。